我们这边的震感很强烈，然后发生了很明显的晃动。那好在呢，我们医疗队没有人员伤亡。我们的医务人员呢，现在也是冒着一阵的风险，在手术室完成我们自己的工作。在感到震感后没多久，我就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说有位产妇产前大出血，必须马上抵经手术。当时我脑子里什么都没想，换了衣服直奔医院的手术室。在手术过程中非常顺利，母女平安。手术结束后，我方的医护人员告诉我们，在我们的手术过程中有多次的余震。在这种震后的情况下，我们医院的整个的这个医疗设备，包括这个各种辅药，也是出现了明显的短缺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困难，尽可能完成好医者应有的责任。